带走他，我这盘只能送他两副，可惜。哦，计划，对的，我当然有计划。我对面有保镖，不过我们这盘上攻也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命运总是颠覆奴隶，命运总是孤寂，你是命运总是攻下这里做怎么摧毁，命运总是伤心。这老鼠带的是强攻啊，不应该带攻缩的天赋吗？哎，我好想在这儿打他们啊！我帮他了，帮他了。这盘我们下的其实优势不大，算了算了，来不及，帮你打一下。哎，我们少打两下，过去还来得及。哎，对对对，少打两下，过去还来得及。嗯，不从这儿走啊。环境，我现在周围绕了一圈，45秒看不到这道了。这老鼠不会一起学 Q 了吧？是我。助攻没了，再杀再杀再杀！哎，我好亏啊！如果这样子，还是有点亏。听起来很危险，让我一个。这波卡尔玛不该退的，卡尔玛站位太厚了，两个人明显要冲过来打我了。我按治疗还要按得很快，但是这波有可能还杀不死。永不动摇。我是没看懂。没事，这盘就队友杀，我们这盘下路也不能怎么样。哎，装一下，哎，没眼，哎，就装，摁装，哎，然后往那儿一走，哎，浪费你的时间。哎，你走啊，弟弟，你别回头了，我看着好慌。浪费他时间，这盘下路我们一级这样子我就注定优势不了了。我操，但我的小兵不能动啊。这卡尔玛，岩雀肯定死了。没送。垃圾不要弄。谁要地图啊？好
少女。我刚刚多强，永不动摇。哎，这上天然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对他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上点燃对待他？发挥的非常之棒。哇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让哒哒哒哒。你们可以感受到，我真正舒服的时候，我就在唱歌。节奏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让我的队友，没死了，让我的队友 ，Let's go， 让我的队友 ，Let's go。这是谁啊？我操！玩游戏呢？这是啊？这是玩游戏呢？这是让我好给力啊！让我，哎呀，怎么对不敢杀他们啊？我升个六级装备可以吗？你看这猫咪，我说了要刺他二连跪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命，这不是命，这是系统，你知道吗？他排在我一边，对面秒了两次，而且他都选到猫了，去我对面选到猫，然后炸裂，现在这就是系统。狗后母，狗后母，他们的众怒过来呢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游戏也已经结束了。没事，三万哦，没事。哎呀，我把我的三万都吓走了，干！哎呦，三万都被我吓得起来两次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这人有神经病，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不跟神经病在一起。我的三万就这么走了。这猫咪痛苦啊，排了我两次都选到猫了，进游戏就赢，就是进不去啊。知道后面有谁吗？有大鳄鱼，大鳄鱼还给我让人头，这盘游戏交给乌兹，乌兹绝对不死第二次，乌兹长这个第二次留给下一盘，屋子的第一次已经送了，但屋子的第二次一定不要。
推线的问题。空空线，空空线，让这个老鼠它头很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辅助人去哪儿呢？这个车应该漏，这个车啊漏掉了，完美啊！中路将他们杀崩。哎，我有助攻，你现在把他单杀的。算了，你没事。他刚刚把他单杀了，我有助攻。奇迹了，奇迹了，上路真的完成了单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这么简单？他想杀我，想杀我，但是真的不可能的。还在扭，还在扭，但是我的双手没有了。害怕吗？害怕吗？这个大招是送给突袭的，突袭呢？去哪儿呢？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人？一个 A 一个人头，就是这么的轻松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这局游戏已经结束了。队友枪，队友枪，队友真的好几把枪。哎，但我说实话，我现在那个集中度没有刚开始那么高了，我已经有点乏了，有点乏了。从哪一局开始乏的？应该是那局大嘴。啊，那句大嘴开始就有点乏了，然后一句卡尼斯塔直接给我最后一根稻草给我压垮了，累的。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们回个家吧。无 CD 的死歌。哎，不会，没不会，你们来我直播间不是听我唱歌的吧？我靠，最难受的是对面那个猫咪，你们知道吗？它是真的很痛苦啊！它这会儿要么猫被绊，要么选择对面秒，然后这一盘进来以后还这么惨。不过他该输两把了，前面一直赢啊，真该输两把了，哥们儿。这一波我无敌，跟着我的节奏我们创造奇迹。超越一切的闪光，这 Triple Kill！ 我名叫伊泽瑞尔，伊泽。不，你就是我。我走门上就开打。出得来吗？我出得来。
这这这这这这，你这游戏就这样这这这。我就看一下那猫的战绩是不是兄弟两败的，他应该是两败，因为他前面全是赢啊。